经不经典我不管，我就喜欢这一款。这个真的是无核荔枝，我现切一个你们看一下。往年呀，我自己都不舍得吃，因为200多块一斤。今年就不一样了，大丰收。如果你们喜欢吃，真的必须得尝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00多就发满满一。有的人看完我的视频没有点赞就离开了，而有的人没有看完就给了我一个赞，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随手一个赞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支持。这个是今年新上市的贝贝小南瓜，你看一下，又粉又糯，口感非常的细腻。看一下，就这个你们吃都没有吃过吧，看这种的，这个里面的话都是有这个冰糖心。吃起来甜甜的，没有酸味。9.9一大箱，还给你包邮到家，全部当天采摘当天发，特别新鲜。咱们沂蒙山的头卡水蜜桃，口感脆甜，水嫩多汁，放软吃更是香甜爆汁。喜欢的话，点我头像就挂下方小黄车。朋友们，你们吃过李子，有没有见过李子树啊？你看这个李子长得有多好啊！要是你们喜欢吃这种脆甜可口的李子啊，赶紧来我直播间。只需要一份早餐钱，我给你发满满一大箱。往年呢，7-8块钱一斤，你们嫌贵不舍得吃。今年呢，行情不一样了。你们看，像这么好品质的菠萝蜜啊，金黄饱满，香甜不腻。如果你喜欢呢，你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几十米我们就给你发满满一大个了。很多人啊，以为山竹很贵，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是仓库直发，帮忙点个小爱心。下包小黄车几十块就能买到满满一箱了。坏了，哥哥姐姐等一下，别划走，看一下我们家的高山上的红血橙啊，都已经丰收了。像这样的血橙，如果你们喜欢吃的话，送我一颗小爱心来我直播间。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农村种地的，您随手的一个红心和一个关注对我们农村人非常哥哥姐姐不要再吃那种小小的芋头了，我们的荔浦芋头呀都已经开始挖了，过来给你们看看这种荔浦芋头呀，个个粉面起沙，如果你们也喜欢吃这样的口感，来我直播间，不到几块钱我给你装一箱。继续 GO哪里？这是一片。哎，哇，漂亮啊！是我们的14，藻油 S14 啊，这个品种，紧实度非常好啊，也还是可以的。看这瓜，这个就是贝贝小南瓜，看见了吗？看看我们的南瓜树，每颗南瓜呀。都是树上熟的，给你们摘来看一下，这种南瓜呀特别的粉面甘甜，看可以做呀老人的辅食，小孩的营养餐，看看这果肉像板栗一样，看见了吗？来咬一口。哇，太噎了。喜欢吃这样的南瓜，千万记得你来我直接摸，看一下。哎呀，就这么好的哈密瓜，咱们啊10几块就给你发满满一大箱，都是现采现摘的。